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 VJ 普凡，今天我就在来带大家领略一下，到底有多少一个镜头在每天记录着我们的生活。刚才拍不到，好吧，就这么聊聊。好干啊！哎，普凡，大夫人，帮忙！咱们可以吐槽这个摄像头，到底有多少个摄像头在每天拍着我们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兄弟们，这是农民大翻身的日子，再不吐槽就没机会了。我们每天走路都能看到我们的头发丝和每个汗毛，你看，这一个摄像头也会每天记录着我们有多少人来打卡迟到的。所谓，只因为你先说 ，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每天监视我们的镜头，所以说谁在那偷懒或者是没有偷懒都能一下子能看到。那我们就要去宿舍了，各位。你跟我回去吗？我一会儿回。一块儿吧。走了。我王再勤奋一点。我觉得希望有你在我身边。走了。你就回头再看一眼我勤奋练过的训练室，你就这样把我拉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去勤奋练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勤奋。哎，这个同时咱不能忘了主旨，这还有两个摄像头是我们偶像练习生的。有吗？想啥呢？麻呢，跑了呀。赶紧说好的。还没到。我非得带上我。走吧。之前，我问一下，文少，我真不知道哪个宿舍他不乱，你知道吗？作为男生宿舍。这叫什么？你这个小伙子挺皮啊，大晚上吃东西，还吃不少。你说你这些罪恶的细节都会被录像机录下来。大晚上你不用说这些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别你不用说别的，就你这些东西不用我们，你看这摄像头，所有的东西你的罪行都会被拍下来的，你就自己考虑，有些事儿，走了，下一个。你把那个胳肢窝能夹一，你把那个水给我放下。胳肢窝能夹一下。胳肢窝你给我拿走，我你别闹，走了。这位。你有毒！这是谁的帽子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挡住摄像头？你告诉我吧。摄像头还没掰过来，坏了！我记录咱们的生活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有没有吐槽一下摄像头的？大伙，你看好了啊！这两个摄像头，这个摄像头直接对了老韩，这个摄像头直接对了我床，什么意思？你睡觉时候有个摄像头盯着你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被直射的时候是什么生活？心里的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少？就是摄像头吧，就是每天就这么拍的。摄像头掉下来了。就是他们摄像头，我们的摄像头，他睡觉时候摄像头是这么每天都拍着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晚上这是24小时拍的吧？肯定是24小时全天。他晚上说话，因为我睡得比较晚，我知道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起得比较早，你们二月半夜都是个梦话。你说梦话有点梗。是我的。哎，问个错吧，没有，勤奋一个，勤奋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最关键是勤奋梦游，你知道吗？勤奋梦游，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他不把手出来。不是我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弟弟有一次你在床上，我在你下不睡嘛，你就在这里，摄像头直射，你说一句撤。撤！有没有手势？撤！有没有手势？撤！注意防线，来一个手势。不管你是不是注意防线？注意防线。注意防线。走了，行吗？然后给大家介绍了，完了，撤了，那就到此结束了。那我们摄像头之旅，然后我们每天的摄像头拍摄我们的生活，然后摄像头拍摄我们的工作。然后有多少个摄像头，然后也给大家看了很多了。那么今天我当 VJ 很尬的一天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然后希望各位能喜欢。